为什么我在睡觉的时候耳边有一个吹气的声音，原来他打开我家的门说吃饭了没，好恐怖啊。如果我在乎这个人的话，我就会不想他受到伤。在乎这个人，哎呀，关键字暖了，受伤很明显告白。对啊，演员其实他人很好了，在去年我们在做专辑的时候，他有一次，比如说我们这一次签约也是我的部分，就是跟他合作。那公司觉得说，哎，那不如我们一起合作这样子，就是跟演员，然后就签约。那演员就觉得说很开心，嗯，有唱片公司这样，那我要请客，请一百。我们经常开玩笑他唱片，但其实他是非常认真，对，很认真，他认真到让人家有一点心疼。真的，很卖力。宪哥就曾经心疼过我，就很开心。没有，我们是会想说，看能不能早一点醒过来。你想要？对啦，宪哥，你这样讲是对的。心疼的点在这，因为艺术是不能勉强。他就是想要感谢我，说就是我要请客你一百次。那我们觉得说这是场面话，没关系，吃完一顿饭好的，我们就觉得舒服了。可是没有，他每次吃饭都在记，今天一次，这边两次，他真的在记，对，他是这种状态。信用很重要。每天早上起来会问我说吃早饭了没有？中午吃中饭了没有？他会，他会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他根本是喜欢你，对，喜欢的人才会，不可能，不可能这样，有一个就瞄准你的牛鞭呢，对，你的牛鞭要小心，你还傻傻的以为他根本在算。有一天晚上，你太傻了，我就在想说，为什么我在睡觉的时候耳边有一个吹气的声音？原来他打开我家的门说吃饭了没？好恐怖啊！你这样你都不明白吗？对啊，应该是很明显。那你要不要解释一下？你是不是对他有爱意？还是这一定有的啦？啊，不是。脸都红了，没有，真的有哎，真的有。不然你觉得我们那时候是脸书的朋友的时候，我是主动敲他的。我其实蛮欣赏他的才华，所以就像你们会心疼我一样，就我欣赏他的才华，所以我们就一次纽约都单身。对，而且你就叫他做了个叫蹦蹦 Queen， 对，蹦蹦 Queen， 蹦蹦蹦，然后你又让他当你的制作人，制作？难道你们想制作人？哎。我欣赏他的才华，我从以前就很欣赏他的才华，他会主持，然后会演戏，又会唱歌，然后我就觉得说，哎，找这样的人合作其实蛮开心的。又高高帅帅，对，又是高高帅帅，又算是可以算是天才这样。然后我就觉得说，搞定了。那既然是这样承认了，那前面这一些都是因为这个嘛，对，就有原因。为什么对你臭脾气？为什么你不能用？像妈妈的方式对待我啊，所以你一直拒绝我，就是因为我用错方式吗？好，你太傻了哦。圆圆是不是有一些举动会让你觉得不太可能？我跟他其实个性蛮像的。天蝎座，如果他跟你讲说拜托，什么啦？我啦，拜托啦，让你遭一拜啦，很多拜，我们基督徒嘛，拜拜，我要拜，是对，我要拜，没在祭拜，爱祭拜，祭拜，你都不懂，祭拜牛，所以他在算嘛，算说一直就是一直在，然后我就那他对你真的好哎，对呀，所以我就说我要欠你，因为他真的对我帮助蛮大的，不是帮助啦，就是他对我真的很好，就我能够加入喜欢音乐，其实都是少少。前线，然后跟子宏老师这样，所以我就说我要请你一百顿，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大概吃了四顿了，是四还有96顿，对，我都快记下来。那完全没错，因为控制交友状况，对，不爱一个人，你控制人家交友状况干嘛呢？一切都合理了嘛？有的时候，今天是要来揭开这件事情，来联谊了。有的时候，我们会在 Facebook 或者是 IG 上面会看一些正妹，会觉得说还不错。然后我觉得圆圆是一个还不错的，就像是红粉知己嘛。然后我就贴给把他当红粉知己，好人卡。我会想说，哎，那你看一下这个，我觉得还蛮可爱的，生气。那你都一直在打枪，是怎么回事？哦，那就答案就有了，明显啊，你还不知道？他不喜欢你看其他。对，没有没有那么夸张，因为我们其实之前有出去过，然后因为我是一个滴酒不沾的人，所以我会用很清醒的态度在看整个世界。对，那像我们有一次去唱歌，那其实他就约了一些女生的朋友，然后因为我都在旁边观察，我是社会观察家，我就在观察他们到底在干什么。然后就像有些女生，她虽然长得就是漂漂亮亮的，但是我明明看到她就是大概只喝了一点点啤酒，然后就在那边装醉，然后就要扑到他身边去了。这很好啊，那哪里好？学习很好啊，落花有意，流水有情，这顺理成章，水到渠成啊。这样就很 gay 啊！你看他
今天假装喝醉在你身上，说不定以后他会假装什么在你身上。所以如果我在乎这个人的话，我就会不想他受到伤。在乎这个人，哎呀，关键字，哇，那受伤，很明显告白，对啊，对，告白，讲成这样了。你要在乎在乎你的人来了，请抉择。对，你们把表达弄歪了，真的很少少。是不是这样的夜晚？哎，这个歌接的不太好，太硬太硬。没有啦，下面一首。讲真心话，我觉得他今天几乎是告白，真的。怎么突然间来了一个说控制狂？你又想去控制一个人，就是爱他嘛？对。谢欣跟因为他们是异性，异性对对对不对？对对，刚刚都是男生男生女生女生，这边是男生女生，这就是有问题啊。这个有情愫。我只是不想他受伤，就是他对我这么好，就是他改变了我人生，我不想让他受伤，不然其他改变人生。如果是其他人，你去吃，你吃到饱啊 ！I don't care， 对不对？他不 care 其他人 ，only you。Yes。好，来来来来，少少，你要正面回应，正面回应一下，不要开玩笑的那种。哎，今天就给他。其实老实说了，他控制我很多事情，比如说我的意思是说，他都是为我好，其实我都看在眼里了。比如说，有的时候我们进公司会聚在一起，他真的会，哎，你今天气色不是很好，对啊，这个啊，那个维他命，对啊，你看，因为我其实一个男生自己住。习惯不好，但是其实有时候，怎么讲？我们朋友来朋友去，我常问好了，他有没有比如说，哎哎，就一起回家聊音乐或者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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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都是公事公办。你不要告诉我没有几次就好，没有啊，我们不可以用这么粗鲁的方式，男生不会喜欢。对，我不用这种方式啊，因为你都是走那种打闹路线。对，我们就是趁乱告白。对，但其实真真里面也有假，假假的也有真真，真真。这个就让留给后人说，好吧？到底他们这是真真还是假假呢？这就是不知道了啊。Bye.